这什么东西？为什么章鱼哥？好，他没有看到我们。哇！各位，那么就在我刚才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终于领悟到了什么才是上厕所中的精髓。もう一度だけ。各位仔细听好了，那么这个精髓呢，就是Hello， 各位你们好，一个今天为大家带来是 Toilet Chronicles， 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可以叫做厕所编年史，又或者是马桶编年史之类的。好啦，那么总之呢，相信各位听到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应该多少会有那么一咪咪的印象吧。如果你没有印象的话呢，那这个游戏也是我们在差不多四个月还五个月之前有在频道上面玩过它的正式版，只是在玩完之后呢，我的感想。那么这个游戏呢，在昨天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全新的 DLC， 这个 DLC 叫做员工专用 DLC。反正总之呢，等一下应该又会是一堆超强的东西，然后我们又莫名其妙的结束，结果又满头问号。我未看先猜啦，感觉应该会是这样。OK，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就不要废话，一起来上厕所吧。What? Let's go。后房？还是我看错？我怎么刚才好像看到一个很像是后房的地方啊？可能只是我眼花而已吧。哦，我们又回来这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了。这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啊？看起来哦，有新的海报哎，马桶专用手榴弹。一次两颗，使用之后呢，就会，然后你的马桶呢就会消失殆尽。我感觉我很需要欸。那么说到这个手榴弹的话，我记得这个游戏的手榴弹好像藏在这个地方吧？这里，这个能直接开吗 ？No。我们可能需要去拿一下这个扳手，不是扳手，是那个什么十字旗子，来看一下。有 ，OK， 里面有个手榴弹跟一张纸条，杀了他。不了，我们这次的目的呢不是杀了他，我们这次的话呢要来。先把这个门破掉，我觉得 DLC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游戏的外面。有第三章 ，DLC 是在那个地方吗？员工专用，哎呦，感觉是哎。然后小心香蕉皮，他已经害我死过了好几遍。来看一下，你需要那个 Toilet Chronicle 的那个员工专用 DLC 才能进去这个门。那我已经有了。哎呦，里面在发红光，也是怎样？来开喽，三二一，看起来很和平的，是一个床。DLC 主游戏，我们在主游戏跟 DLC 之间。OK， 第六章，什么第六章啊？员工专属，这什么 ？The White 上面写着派对、浴室、夜晚。主角 MC 进入了那一个浴室里面，在经过探索那个房间之后呢 ，MC 进入了那一个厕所里面，他把门锁上。敲敲门，然后 The White， Hey buddy， 哦，这不就是我们在玩那个剧本吗？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去厕所里面，然后把门锁起来，然后隔壁的人跟我们要那个纸巾。隔壁那个人叫 The White， 哦，这里还有好多东西哦，这什么 ？MC 进入了那一个员工办公室 ，MC 正在读那一个剧本 ，MC 翻到了第十三页。顺带一提，这个就是第十三页，有人在这个 MC 的后面。等一下，有人在我们后面，没东西啊，后面就有一些可爱的按钮欸，骗人啊！这个开发人员正在 Google 如何检查玩家正在读那一个引擎里面的文字哦，是哦，这个就是开发人员在那边整我们的啦。他原本的话可能是想要做一个我们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呢，后面就会出现一个人，然后没有打字机不能用，这可以拿吗？欸，可以欸，按 F 可以拍照，拍。欸，桌上有个按钮欸 ，B， 哦，哎呀呀！What？ 不要玩这梗好不好？按住 Shift 可以跑步了。啊，可以跑步？该不会？等一下，是怎样？怎么会有老鼠洞啊？啊？老鼠洞？啊，这里嘞？这什么东西？为什么章鱼哥？而且这不是之前流行的那个 Next Bus 吗？完了，死路了！来看我转角 ，OK， 后面可能会有东西，怎么都老鼠洞，太多老鼠了！哦，我死定了！好的，那我们这次的话呢，先不要按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太阴险了。来看一下床能睡觉吗？不行，时钟。这边的话有四个按钮，第一个按钮的话呢是让时钟的时间再少一点，什么意思啊？这样子你也高兴？什么意思？把我们
变成老鼠，为了科学目的的制造搞笑噪音。哦，是那个小矮人噪音呢，我还记得。哦，按钮变屁股鹅。啊，赞哦赞哦赞哦！作者，我喜欢这功能，十分啊，十分。我们感觉好像只有这个按钮可以按呢，这个啊。哦哦，我真的变老鼠了，好小一只哦，是怎样？捕鼠夹？嘿嘿嘿，我要吃起司。啊！哦哦，坏结局是怎样？感觉我们应该是要变成老鼠，然后去后房吧，因为后房那个地方有很多老鼠洞，老鼠洞可能可以进去，我来猜。然后这个里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这是什么？亲爱的日记，今天呢，有人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粘在了桌上，包含桌下，只有我的相机，还有那一卷卫生纸没有。What the hell？ 我在这里读废话是不是 ？2 hours later， 好，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卫生纸先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垫一下那个相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可以上去这边。Yes，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这样子，有，好，上来，上来，上来，哎、欸，哎、欸、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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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啊，有，我们再来的话呢，要去后房喽，哎、欸，有，下去，哦，下来了，章鱼哥在这个墙壁的后面，那我们应该要先去那个老鼠洞来看一下，哎呦，好多哦，那个捕鼠板，哦，啊，你是谁？人类还是老鼠？我是人类，请证明他。什么意思？那我要走老鼠，是有差是不是？这有起司哎、欸，可以吃吗？按一可以吃。呜、哦，哎、欸、哎、欸，你选择活得像只老鼠一样，好结局。What the hell？什么意思？它上面是讲说，如果你希望自己成为老鼠的话，吃得像只老鼠；如果你希望你可以成为人类的话，拿起那个筷子，筷子，啊哈，请读这里。厕所面纸等于建议，什么意思啊？这里叉叉，这里是要放厕所纸巾。我拿筷子哦，我是人类，我证明了。然后会有什么东西吗 ？OK OK OK OK， 卫生纸、纸巾放进来，有。然后嘞，门关起来了。怎么了？有没有什么机关？哦，这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纸巾拿到那一个章鱼哥的后面，什么意思？为什么？所以是说章鱼哥的后面呢有什么东西耶？哎呦，哎，我们老鼠的话应该比较灵敏，可能他也看不到吧？我觉得，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 ，no no no！ 好的，各位，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纸巾，对不对？小心翼翼的拿过去章鱼哥那一边，他会看到我们吗？先躲好，这样有用吗？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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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看到。OK OK OK， 哦，好，他没有看到我们。哇！不要跟他对到任何视线，就躲起来就对了。我们假装自己是卫生纸。哎、欸，对对对对对，假装自己是卫生纸。对对对，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哦，终于过来了。后面真的有东西耶，这什么？他不见了，这什么地方啊？啊，有一个，哎呦，尸体啊！这里还有纸条，结局。等一下，等一下，这都不能拿，什么意思啊？这时光机是不是啊？还什么实验室啊？好吧，我们只拿这个结局了。哦，飞起来了，按下那个右键可以那个放大。等等，这里面有故事。DLC 结束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 DLC 的后方呢是这个老鼠去研发的，是吗？然后一切呢都是安排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先来这个老鼠洞。那么其实有个东西呢，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这个老鼠洞里面，我们先选老鼠好了，证明它。那我们走人类。这个地方对不对？如果我们跟这个一起被关起来会怎么样？会就永远卡住吗？就出不来了，被关了。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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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来哦，只能重来哦。
我们被困住了，最糟糕的结局。赞哦，赞哦！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手榴弹拿来炸那个章鱼哥会怎么样？来看一下。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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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完全没有用啊！他这个结局是厕所那一边的。好的，各位，那么在经过一连串的有的没的实验之后呢，我发现说，我们刚才解的那些东西呢，就是这个 DLC 的全部结局啊。那么以上的话呢，也就是今天这一集的厕所编年史啊。那么这次这个 DLC 的部分呢，真的玩起来还是一样呛啦，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呛啦，东西呢也很莫名其妙。那我觉得这个作者将来还有可能也会出别的东西吧，我觉得。那我们就等他之后如果有出别的 DLC 或什么东西的话，再来继续玩吧。好了，各位，我是 DK， 那我们的下部影片见喽 ，Peace out。